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四月二十九号的《观天下新闻》，我是李一凡。新北市政府劳工局今年再度和劳工安全卫生研究所以及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合作举办了一场公安福尔摩斯特展。劳工局希望透过博物馆的寓教于乐以及活泼生动的展示的特性，让更多的市民们以最轻松的方式来认识公安常识。劳工局表示，这次的特展是以大家耳熟能详的侦探福尔摩斯为创意发想。透过公安福尔摩斯的探案，一一揭开各种公安事件的原因，同时从展示内容中认识危害因子的防止方法。公安福尔摩斯的一个展览，主要是要希望能够让各位民众知道我们相关的一个公安的一些危害的情况，然后透过这些介绍，比如说我们的职业病，我们常常在工作场所常常打电脑，我们造成手肘的一个伤害，这样的一个职业病它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然后它的相关的一个造成的原因怎样，我们会有一个诊所的一个实验场所让大家来亲自的去看啊，或者说声音的危害会怎么样，我们有一些分贝的一些让你们了解说你可能造成的一个分贝的大小，造成耳朵的危害，那各种的一个危害，包括机械造成手臂夹伤或是血肉模糊这样的一个危害，也都在我们的公安展示里面会常常看到的。谢振达表示，公安福尔摩斯特展是五一劳动月系列活动的第一项静态展示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到5月27号为止，欢迎所有劳工朋友前往参加观赏。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公安展示，能够提醒民众有一个公安的意识，让大家知道这样公安危险的情况，然后预防这样的公安，降低我们职业灾害的发生，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在我们劳动月办这样的公安的一个展示最主要的目的。局长表示，除了公安福尔摩斯特展以外，劳工局在五月份还有七大项的主题活动，希望可以让新北市所有劳工朋友欢庆五月劳动月。记者冯强，市府报道。